谢。那小燕呢？我非常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那么一段时光，我祝他以后更好。爸，我以后会好好的，我不用，你不用再为我担心了，谢谢爸爸。是不是有点感动了？我希望呢，你能够定立好人生的目标，为这个目标呢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谢谢。谢谢。任素老师，美丽来源于自信，小燕儿，自信起来，因为你很美丽的，自信的走完你的学业，自信的走完你的人生，你会越来越美丽。谢谢，梁老师。我想，一个勇敢、坚强，还有阳光的女孩，才是一个最美丽的女孩。我相信啊，一个美丽的女孩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闪着光的女孩一定会吸引好男孩的眼光。说得真好，于老师。小燕，你像我们今天，或者说像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一样，你永远不可能是那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人，因为漂亮是老天爷给的。但是你有机会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人，因为美丽是发自内心的，是你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让自己的精神面貌洋溢出来的。祝你成为那个最漂亮的人，也是最美丽的人。然后老爷子放心吧，闺女没事了。谢谢。因为小燕的改变给了我很多的激动，所以我现场改编了普希金一首诗，今天我当一个诗朗诵的。好，我走近点给他说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忧郁，曾经的苦难会成为你明天前行的动力，相信吧，快乐就会来到。现在的忧郁只是瞬息，一切都将过去。在坚强与善良里续写你的青春，相信吧，爱情会敲响你的心门，让复合天使陪伴你，像海燕一样高飞。